我有行车记录器，我哪里后退？我刚才车停在这里，我一直逼你，你不知道吗？我是前进的，先生。我有行车记录器，你要看吗？对，你后退。我后退。我有行车记录器，我哪里后退？我刚才车停在这里，我一直逼你，你不知道吗？我是前进的，先生。 我举个例子，好像，例如说呢，以这个节奏来说的话，好像，我靠，是是是，我举个例子，好像，特别是好痛，那我跟着唱里面的歌，那有一首我很。 我靠！是是是，我举个例子，很例如说呢，以这个节奏来说的话，好像我自己很喜欢的，我想说，你是不是一个红绿灯啊？ 对此，中时新闻网致电给大都会客运总经理室张庭荣主任表示，石板渡二段与天母西路口号志部分属于闪黄灯，用路人经过可以按下通行钮。此案件经过查证为驾驶疏失，依照公司规定，记以大过一支作为惩处，并加强教育宣导。 这个案件的话，经过我们检视相关的影片，公车闯红灯属实，我们后续会依法开罚。根据《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》第53条的规定哦，有关于车辆闯红灯的部分，会处新台币1800元至5400元以下的罚款。公车闯红灯违规属实，这部分我们除了依法举发以外，我们也会将相关的实证函给公共运输处，请他们针对。 公车业者做一个加强管理的部分。那另外检举人本身长鸣喇叭的部分，其实也违反了目前现行交通法令的规定哦。遇到危险状况，确实可以使用喇叭，但是以单响为原则，那不得连续按鸣超过3次，那每次时间不可以超过半秒钟。北投分局这边呼吁哦，那驾驶朋友在路上遇到行车危险，其实除了按鸣喇叭提醒以外，也要尽量做到一个减速，避免碰撞。 那对方如果涉及交通违规，可以透过线上提出检举。我们警方查证属实以后，会依法开罚。那切勿在行进道路的状况下与其他驾驶人发生冲突，以保护自身安全及行车秩序。你是不会看红绿灯的。中时新闻网遵守交通规则很重要。采访报道。